大家好，我是五仔。大家好，飞龙啊。系，今日讲两位啦，一位我前辈啦，就阿珍姐姐啦。珍姐姐，李丽贴片我先系。我细细个睇佢拍戏噶啦，李丽珍啊，好正，我中意嘅，好中意你啊，我真系。系啊，咁啊，仲有一位咧，就阿伟仔啊，阿张明伟啊。哦。点解两个有关事嘅咧？两个一早识噶啦。在我 WhatsApp 里面有他们的声音。首先呢，我给个 like 我先，今天要讲两位呢都叫做认识的人。一位呢就是李丽珍，李丽珍呢就这样的，他的留言是这样讲的。给个 like 你，五蚊 Patreon 不要广告。这把声音就是李丽珍的。是。啊、另外呢张明伟的。吴仔你好，我是伟仔。你好啊，是啊，我是张明伟啊。系啦，咁啊两位咧，其实咧都同我咧系同一间嗰个美发用品嘅 sponsor 嘅。哦。咁所以咧个老板咧识佢哋咧，佢话啊唔使阵间嚟，咁你话阿真好似话睇我啲片嘅又。系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噏咗句咁嘅嘢，即系平时啊睇开啊嘛，咁佢识讲嘅咩五蚊 patreon 冇广告啊，下面咧嘻嘻啊同大家噏片噶吓。哦。阿珍姐姐都识得讲呢啲啊，大家俾下面啊。咁啊讲你哋两位咧就个新闻啊。阿伟仔啊，张明伟啊，即系爱回家个佐治啦吓，佐治啊，佐治啊，佢咧好似话想沟人个女喎，即系阿珍姐姐个女啊嘛，系啊，阿珍姐姐个女好靓女啊嘛，阿佐治啊同人哋识翻啊，我啊跟住话咩啊，富二代张明伟恨私有化人哋个女啊，私有化呢个新闻就咁样，我第一就唔知阿张明伟系富二代嚟嘅，原来有钱仔嚟嘅，系，咁第二就话原来你。对阿珍姐姐个女儿有兴趣，系嘛？其实咪对珍姐姐有兴趣啊？跟住个女都个女都散啦，咁样样嗰种啊！哇，哦、我哋差唔多年纪噶嘛，系系啊，咁啊细个一定系好中意啊李丽珍啦，系咪？李丽珍近排都有个新闻，就话佢咧啊好得意喎，都56岁噶啦，李丽珍话佢啊就去深水埗行街，系。喂，深水埗小心啲喎！我成日讲新闻，深水埗都好多古灵精怪案件嘅。近来系咩？有乜都有啊！抢嘢啦，斩人啦，膊头啦，即系总之我噏新闻，成日都有呢啲啦。系啲屋又系唔系咁安全啦？哦、啊，咁但系我都成日去嘅，我自己成日去嘅。我都上个礼拜先去完啫。咁啱啱前两日系，系我成日去睇玩具嘅。啊，咁佢就行深水埗，就话自己咧冇人识噶啦，咁样佢话肥咗老咗又冇吸引力，冇人识讲笑嘅，而家戴口罩啫嘛。咪戴口罩好难认人嘅，有时系啊。系咯，咁你话肥咗老咗冇吸引力，我哋慢慢研究一下啦。咁话晒，即系好似 Mary 姐嘅啫，衰鬼嗰啲。其实我最初咧，我第一下我都以为系 Mary 姐。系啊，系啊，好似我哋即系我有个荧幕情侣啊 ，Mary 姐啊，同我做咗好多年情侣嘅嗰、那个一样样，所以我对阿李丽珍咧真系情有独钟嘅。系啊，而家咧都仲系好靓，我想讲。嗯，报纸咁样写，一代性感女神啊，李丽珍上年完成咗呢个《逐水漂流》嘅电影之后咧，就甚少露面啊。有冇睇呢套戏先？冇睇啊，我有啊。讲佢就系应该系戒咗食白粉啊，戒咗吸毒，咁跟住就，但系都系同嗰班人一齐。我应该会睇嘅，因为最近戒咗 Discipline 咧，有呢套戏喺度。系咪啊？系啊。讲阿李丽珍应该以前咧就喺舞厅做嘅，佢话啊，即个角色啊，个角色啊，咪话李丽珍啊，大家利是，猜，唔好意思，佢话阿吴镇宇话。你以前歪水啦，几多男人就嚟揾你啊！我一出咗粮嚟揾你噶啦，跟住佢以前啲衰嘢唔好讲，咁样系嘛？即系咁样啦，因为佢嗰个演嗰个角色，咁我又觉得你唔算系好走样，你问我唔算，佢同好多 artist 比之下唔算走样。嗱，真心嘅，真心嘅，我近排都睇到一个同佢哋差唔多年纪，见到个真人系嘅明星。真的老了很多，但是我都觉得他靓的眼神。是不是都是那些80年代有翻咁上出名的？我那天在地铁站见到柏安妮。我真的走了少少佢。他可能 max 了。其实呢外国人的样子没有中国人的样子那么襟摆。一啲啲。是啊。一啲啲。通常就是那样。郭善妮都 keep 得 OK 啊。李丽珍的样子起码你认得。是但是呢我那天见到柏安妮呢。其实他望到我望咗两眼添，即系可能我
戴咗口罩，你知我啲眼神都系唔系你好认喎？你戴咗口罩都认到系你噶？点我哋啲眼眉系好出众啊嘛？其实我眼金金咁望住人啫，因为我见到阿跑安妮姐姐嗰个眼神又系好特别，真系佢望你嗰阵时对眼好似笑咁样噶喎。系啊，但系我跟住睇翻佢个艳照就哇，佢真系年纪大咗好多，但系佢唔系好大啊，跑安妮，佢同阿人哋以前话佢同阿关咏荷似啊嘛。少少啦，少少啦，系。关咏荷而家个关咏荷同以前个关咏荷又系差唔多，而家个李丽珍同嗰个李丽珍又差唔多，但系跑安妮个感觉就老啲。点解我更肯定嗰个跑安妮咧？因为佢同个女一齐。哦。我研究埋嗰个女，嗰个女仔嗰啲眉眼啊。系。啊，嗰条眉啊，嗰啲角度啊，直头系佢女嚟嘅两个嗱咁样。咁但系哇，个跑安妮啲眼神真系好鬼靓嘅，即系好特别。嗯。所以难怪佢嗰阵时系咁红啊。佢嗰時係啊，我好中意佢嘅又係，我嗰套《封神三俠》啊，跑嚟嚇。咁你話李麗珍自嘲啦嚇，自嘲話自己又老又肥，唔好啦，瘦咗好多啦呢期。之前好似漲啲嘅，你睇佢而家瘦咗啲嘅啦，已經係。有一期係再漲啲嘅，係啊，有一期再漲啲。咁啊，再自嘲咧做真婆婆，真婆婆肥咗老咗冇吸引力。唔好咁讲啦，唔系啊，其实通常咧啲靓女咧都系咁样话自己唔靓嘅，系咪啊？系啊，调翻转唔系好靓嗰啲就成日话自己好靓，好似我条女啊，嘿嘿咁样啊，成日又喺度，觉得自己咩？你觉得咩发型好睇啲？你觉得点样靓啲啊？咁样嗰啲，啲靓女系对自己有啲要求，系啊，你识得啲靓女都系咁噶，咪南美咯，即系以前我 channel 个女仔咯，成日话自己唔靓嘅啫。南美唔可以同李丽珍嗰啲比啊，唔同班嘅大佬。啊，即系唔系喎？但系好多人同我讲话佢系女神嚟噶。唉、哎，真系未见过啊！唔系珍姐姐嗰阵时嗰、那个嗰啲风采啊，真系好靓啊！李丽珍嗰阵时真系咁啊，又人哋做拍电影又唔同啊嘛，真系好中意。唔系阿南美都有拍电影嘅啫，点同人哋女主角？屌你就硬系要拉埋一齐嚟讲嘅，唉，人哋你系真影后嚟噶。因为阿南美话你又知我成世做唔到女主角咁样，翻屋企瞓觉啊。好啦，咁啊着住件白色松身 T 恤啦，咁啊珍姐姐着条黑色长裤扎呢个马尾就素颜出街，就话佢好亲民噶，喺福荣街行下。食下钵仔糕、白糖糕、豆腐花、豆浆，就话素颜啊，攞起大大只炸鸡髀咧就影个相，你都系当年嗰啲样，争少少诶，得闲跟我就是、我 Miss 八骨啊嘛，系系，我哋啊，即系咧面啊嗰、那个头骨啊，有少少如果移一位或者咩咧，推得翻噶喎。系叫搵次带阿珍姐姐过嚟，佢去拍骨啦，真系可以噶。系啊，你俾面上面就都可以啊，即系话即系叫做试下啊嘛。系系啊，系咪人咧？我都试过一次啦，唔错。试过系啊，我阿妈而家又走去帮衬，因为我阿妈好大镬嘅。系，佢开个刀做个手术，嗰啲西医咧，屌我哋走去睇中医噶，屌啲水瘤唔使开刀啊，跟住我就话啲西医系咪都要你开刀噶嘛？咁啊开咗刀之后咧，佢条颈开咗刀，系佢戒咗出面之后咧，佢连翻埋。外面层皮，佢入边啲纹理解开咗嘛，佢生翻埋嗰阵时乱咗咧，咁佢去水啊或者乜嘢咧去得唔好喎，咁佢咧我老母本身原来咁瘦噶，因为佢就系整完之后，哇个条颈肥到同个头黐埋咗冇咗颈噶啦，俾我 miss 整完几嘢之后咧，哇成条颈瘦到啊，我话你阿妈唔系咁肥啊，啲假肥嚟嘅，咁啊所以咧即系我觉得阿珍姐姐如果你话要执执佢，又可以即系介绍你都得。系嘛？试下都冇妨，即系人其实唔系净系嗰啲问题，好多问题嘅，系好多问题。咁啊，另外即系总之会执靓个样啦吓。咁啊，另外啦，讲到咧，佢去到啊深水埗明哥主理嘅餐厅时，自嘲自己啊，悲情不在，人情永在。对人讲自己嘅故事从来不容易啊，仲要公开分享伤心事，希望同茶客沟通。不过冇人望我。真婆婆肥咗老咗冇吸引力，我嘅勇气何来呢？咁讲佢咁样讲，深水埗明哥我又识喎、哦，我话系咯，咁啊好嘢喎，咁啊帮衬。咦，深水埗明哥而家搞埋茶餐厅咩？呢、這个我啊唔清楚。呢样我都唔知啊。系啦，咁啊讲笑啦，好多网友都俾 like 啊，即系其实都系好中意你嘅，仲系咁啊睇下先，佢同阿佐治 friend 咗啊，因为两个好似又系识得嘅，因为之前一齐整头发啊嘛，哦、对衬家啦，系咪啊？对陈家阿佐治哥，喂，俾你
不唔係話俾你，我頭先講啊，想俾你搶咗，俾你啊爭咗個機會添。如果 OK 仔喺度就，哎 OK 仔你冇紅啦，點同阿佐治咁高大威猛爭咧咁樣？因為我覺得佐治其實咧，其實佢有少少好似即係陳豪嗰啲 feel 啦，我就覺得佢個樣咁，同埋佢練得幾 fit 嘅個身材，係啊。咁而家就好似有拍下 Viu TV 嗰啲嘢，原來咁你原來富二代嚟嘅，咁我就睇咗啊報紙先知道。哇！你搞到對襯家添啦，而家。犀利喎，應該兩個本身就識嘅，佢同阿李麗珍係，哇！李麗珍出手諗住個女嫁佢添啦，我睇東方新聞話李麗珍出手撮合喎，阿許依容啊，係諗住選哦選港姐啫，哦選港姐諗住撮合選港姐，嚇得我以為撮合你同阿張明偉愛情嘅嘢咧，仲冇話即係老豆老母要點樣嘅，而家咩年代啊？啲后生仔自己行埋噶啦嘛，咁但系啲老豆老母永远都想介入啊，真系。系咩？系啊，你都会嘅，你作为老豆。我未必啊，但系我老婆会。张明伟富二代喎，吓、啊，恨将呢个许依容私有化啊！啊唔系，阿珍姐姐个女讲嘢嗰阵时候，佢动态佢做 movie 即系 video 嗰个样子，好睇过影硬照。哦，但系睇佢喺度讲嘢就受访问啊，嗰阵时咧都几好嘅，又 OK 嘅吓。咁、啊、明星就系咁啦，系咪先？佢都可以做下喎，进军呢一行。佢原来佢个女啊，系就进军 KOL 界噶。哦，嗱、啊、就同阿咩话？同阿张明伟拍住相一齐拍嘢添啊！即系开咗个 channel 嘅你？唔知喎、啊，佢呢度咁写啦。咁啊，靓女自然多人追啦。嗯，咁啊，佐治你本身已经有慈美丽噶啦嘛。之前又话同阿慈美丽一齐嘅喂，我撮合你哋，我点知啊？你哋会唔会乜嘢？佢话啊咁样仲好开心。而家又话撮合同阿李丽珍个女啦，阿许依容啦咁样。咁佢本身阿佐治都好有钱噶，话俾佢勤力同爽朗嘅性格吸引住，哇！对住媒体咁样讲啊，明言有意追求添。诶、哎，更为女方就递表参选港姐。不过咧。妹妹啦吓，即系阿李丽珍个女女咧，信心不足就拒绝参选。嗯哼，你唔使去嗰啲啦，唔需要啦，真系真系。你自己本身星二代，你已经有名气啦嘛，你选到入去做咩咧？有咩搞咧？你睇下嗱，好啦，我关风兴而家搞咩啊？上年啊，上年关风兴够咩啦？你有冇见过呢年有咩搞作先？TVB 要慢慢等嘛。等啊！你女人有几多青春？我真系唔系话乜嘢，即系佢有嗰个名气，佢唔需要。系噶，真系唔需要嘅，系啊。你话赢咗就好啦，整咗输咗咁点啊？啊，冇，即系好多时冇名气啊，需要先至需要啫。梗系系啦。你话电视台啲乜嘢？点样个工作咩？你问下佐治哥哥，佐治哥哥好多嘢话你知啊，系咪？咁啊嗱，咁但系佢自己话冇信心啫，咁一念就怕丑。啊！問到有冇發展機會喎，怕醜喎。嗯，睇佢表現啦，咁樣喎，即係有啦，得埋佢兩個遲早拍拖咁樣。咁如果一齊拍 YouTube 係唔出奇啦，真係你過來人啦、啊、你。哇！講呢啲係啊，咁啊唔好苦人哋喎。喂，睇下你兩個友仔個相先。你啊，張明偉同啊。真女啊，李麗珍个女啊，许依容个样啊，都可以噶发展，因为一个面圆就一个面长噶，阿佐治系面长噶，反而系夹噶咁样，夹你两个本身要一粒一凸噶嘛，即系讲五官，佢个女就系我真系觉得，我成日觉得阿佐治个样系可以行陈豪嘅路线，我成日觉得，即系你唔觉得阿佐治个样有少少陈豪咁样咧，大佬？少少啦，有啲，但系。但佢瘦啲，佢中意长头发咯，同埋啊，点解你要？不过好难讲嘅，呢啲自己个人中意嘅啫。系啊，我自己之前都试过长头发，但系我觉得麻烦难打理啫。长头发唔系个个得噶。啊，咁中性啲咯，嗰种感觉 啊，可能短头发你仲型咧，咁样啊冇啊，你冇特登我讲完呢句你就去剪啊？唔系佢成日听我节目嘅，因为系啊，唔使咁着紧噶，我纯粹俾少少个人意见。咩男人系咁样嘅，去到某啲年纪系中意长。有啲時間中意勁短，好短，系啊咁樣，咁唔緊要，玩下啫，咁樣係啦。咁啊，講到點啊？李麗珍個女啊，許依容越大越靚咯喎，鼻子同陳法拉撞樣添啊！陳法拉啊，有撞，我又唔係好覺撞樣啫，又唔係好陳法拉喎，似你阿媽多啲係嘛？
咁阿媽真係阿媽都靚，個女都靚嘅。突然間，佢老豆係邊個嘛？其實係即係講呢啲嘅無端端。姓許嘅，你話邊個啊？唔通許冠文啊？唔係，我諗緊好似。咁我以前 under 過許願過，係咩？係啊，跟住點啊？我嗰時係唔係有冇見過？你有冇抱過佢女啊？唔係冇，記得唔多啊。係嗰時係我啲音樂 publishing 簽咗佢，即係佢係 director 咯嗰陣。哦，係咩？係咩？係咩？哦，咁樣。啊，原來大家好細嘅呢個世界，大家楞埋可能全部可以坐埋一台，全部識得嘅。咁啊，講到就話唔少經理人都話想簽佢，但一直對幕前演出就興趣不大嘅。係妹妹，我話嘅唔好鬼簽人，簽親人都賴嘢嘅。嗯，你俾人控制住啦，薪酬方面各樣啦，除非嗰個經理人公司勁到無倫。劲到是可以带你去一些你去不到的地方。如果你做一个网红，你即是你不想着发展电视，你就不用签名的了。你不用发展其他很远的，即是带你去譬如去大陆登台啊什么成，你不用签任何人。如果你做一个 KOL 根本上是自媒体自己做经理人。嗯哼，是啊。我甚至觉得如果你去到某个阶段啦，即系你哋而家一定会系，即系譬如好似我咁，我都会，我哋上次一齐整头发啦，同一间嘢啦，即系会做下 job 啦。去到某个阶段，直头 job 都唔使接，自己好似阿 Coffee 咁啊，自己揼啲瑜伽裤出嚟卖俾人啊。哦，系咪啊？我使唔使去接咗啊？咁啊系啊，系咪先？我够啦，咁样嗰啲自己品牌啊，咪系咯。咁啊，佢啊而家你话有签经理人，佢话都未有，无意入行啊。系佢最近先决定进军 KOL 嘅，但系 KOL 已经系入咗行噶咯。啊，其实要 KOL 本身多人睇，咪已经系一个 KOL 啊。我觉得 KOL 咧已经系入咗行啦，即系你会发表啲嘢啦，同埋你阿妈本身系呢行嘅人咧，你星二代咧，喂，你已经系同嗰啲即系李丽珍当年好靓噶嘛？系，即系你仲有几个靓女啊？即系星二代啊，阿叶玉卿啊。边个啊？豆豆啊，即系阿邱淑贞啊。邱淑贞系啊。咁你哋基本上几个个名气系齐名喎？你问我啫。佢哋可以crossover 添，拍套电影咁样啊？未必嘅，咪拍到网片啫。我冇谂过拍电影。挡不住的赤裸女孩，挡不住的赤裸蜜桃。蜜桃系啊，你要应该系咁样。系啊，三个都有啲困翻佢哋阿妈啲戏，即系名作啊，即系。哇，咁样讲笑啫，讲笑。但系应该会有人肯投资嘅，唔系佢唔想做嗰行就都啱嘅。学阿李婉华话斋，佢话如果啲仔女想入行啊，阿妈话斋佢唔好入行，除非佢话除非个世界好多人要你，系即系话你好乜嘢乜嘢，即系好似严明熙唱歌咁叻嗰啲啊，你唔入行都唔得嘅。有阵时我觉得嘥咗自己唔入行啫。如果你话你知唱歌都好多人好叻噶嘛，系你要好特别，好中意就唔反对。但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夹硬入咁，你好似头先你头先讲咩石修个仔咁样啫，咩冇咩金名啊？即系话有阵时有啲唔系话真系太过。即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路向，尤其是女仔，唉，佢阿妈就清楚啦，系咪先？即系佢阿妈妈都好似系咪童星做起嘅？李丽珍唔知喎、啊，印象中应该系富贵逼人啊！喂，唔系嗰时已经系廿岁啦。吓，我觉得佢嗰阵时得14、15岁嘅啫。唔系富贵逼人，仲有一个靓妹嘅，佢好细个咗咧。真嗰阵时边有廿？唔系有个细路女添，佢系中间嗰个嚟嘛。哦，系咩？啊！跟住大女系啊，嗰个咩好大波嗰个叫咩陈咩啊？哇，嗰个好正嘅人。你睇啲男人，你睇啲男人，你入行啊嗱，好大波啊！你听咩啊？唔系，咁佢嘅 selling point 系 sell 嘅，真系好正嘅喎，真系。系咪啊？嗱，所以就你入行，你如果你抵实到，你记住啲男观众就系咁嘅啦。咁啊，你就先谂啦，再研究啦。咁啊，我觉得张明伟呢个人都嫁得过嘅。我已经讲到嫁啦，真系。你想撮合佢哋喎？唔系，讲笑啫。咁啊，受到訪問啦，就話哦，佢原來張明偉點樣識佢？有一次做兼職遇到阿珍姐姐，係佢知道啱啱離開 TVB 冇穩定嘅工作，咁啱佢又搞緊啲社交媒體嘅嘢，咁啊自薦幫手咯。佢俾機會我，知佢女有興趣做 KOL， 咁啊一齊搞咯咁樣。哦，可能佢哋
做兼職話撞到曾姐姐，可能就係一個髮型嗰單嘢咁啱。跟住我話，嗰日我又話上去咁樣就係、是。大家识嘅，咁你咪俾啲意见咯，或者提拔下啲后辈咯。我成日都提张明伟嘅，系咪先？仲唔提拔啊？陈豪啊，大佬，仲想点样？你话系咪？啊，真系，真系，陈豪未够劲，仲可唔可以再劲啲咧？咁啊，僭仔啦咁。讲笑啫，讲笑啫。系啦，玩下啦，玩下先啦。有咩研究，得闲倾下偈都得嘅。啊，咁今日嘅新闻讲到呢度先，好，下次再倾，拜拜。